近日呢，在广东深圳，一名4岁的女童和家人走失了。路过的民警想要送小朋友回家，没想到被小朋友连连婉拒。孩子的一番话更是让警察叔叔哭笑不得。 爸，不怕，叔叔跟俺急的哈，我们把你当成送到家里面去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弟弟回。我弟弟回家。你先说讲啊，你先说讲。我们牵着你，好，坐不坐车？我们坐车，走快一点。不要了，我弟弟走路，睡了，我长大了。长大了。 民警发现走失女童后，准备将其送回家，却屡遭孩子拒绝。民警无奈，只好一路跟着孩子，途中还叮嘱他以后不能乱跑。好在民警在送他回家的途中，见到了同样在找孩子的奶奶。